今天我们要吃一个杭帮菜，主要是我有点想吃红烧肉了。谁饿了？吃两口月饼呗。哎呀妈，萝卜菜单就搁你面前，你吃啥月饼？哎，刘姐为什么好？给你吃凤梨呢。萝卜没有人吃月饼，你吃啊？我饿了。对，要一个臭鳜鱼。我想要炒饭。我想要一个葱油拌面。我来一个馄饨。四个菜，四个主食。这下面像谁吃螺蛳粉，上面酸笋传一些，里边还有花生米。哎呀，我现在已经不吃螺蛳粉了，螺蛳粉太胖了，一顿胖3斤。这不是我的经验吗？我昨天刚胖3斤，我告诉他，他是总结全靠你呀。你挺会传话呀、哎，一杯胖在他身上，二都当好人。看一下这个红烧肉，哎呦，做的老好了，好久没吃，就是他家盘儿有点小，感觉这个什么茄子煲，还有上海辣豆腐。What's this？ 葱油拌面，好少啊，一口的吃。嗯。谢谢。哎呀，在我点的是实惠。你看看婷婷的这个大馄饨。哎，整点汤啊！哎，啊，再抠也整点汤啊！再来一块呢，要不给我自己多盛点紫菜、嗯？行，没多盛点馄饨就可以。哎，不错，这香油味有点浓。还行还行，奶奶，我妈给你包点。真的吗？我妈包馄饨老好吃了。推销上自己老妈了，一会儿姐全叫罗妈馄饨链接。咱们仨再来分一口葱油拌面。这都不够你一个人吃的。就不分了吧，抿嘴上说那就不分了吧，我这边盘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这一口咋分呢？这一口你自己吃吧，谁点的谁吃。那你俩别盯着他看呢。那一人分一小口吧，吃吧你吃吧，我这还有馄饨呢。他可吃一小口了哦。那好吧。来，骡子吃臭鱼了。他那个菜单上写的真是臭鱼，熏灰派臭鱼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像千层糕。嗯，它叫什么来着？它也像馕，锅盖。锅盖。这鱼是什么？水煮三菇啊。这边有心管、黄喉、牛肚、黄喉、生菜、牛肉，还有牛肚。牛肚、心管 ，OK， 可以夸我一下。我刚想夸他，我说太专业，罗兰，只要给扒拉扒拉，原来是凑齐三样的拿走。嗯，运动会有比赛吗？我们是啥？中间演节目，完了这边是800米啥的那种比赛，这边还有拔河，三个一起进行。主席台又得放音乐，又得念词儿，还得提醒，请跑道上的观众回到座位上，以免受伤。你是主席台的，那主席台不都应该干点活吗？那边用不着我们这些手脚不麻利的人，有的是聪明人。他那又是研究生代表，对，讲话。研究生代表讲话，谁上去？你啊。我上去啊。你们开学典礼没有吗？优秀研究生讲话。我去了吗？搁泰山顶呢。回都回不来。运动会我觉得最有节目的是那个学校保安大爷，那警察都毛毛烟的，先帮忙维护，是怕有学生受伤，可负责了。说那保安，叔你能不能别光录节目？你瞅着点观众。那叔一咔咔拿手机一顿录，可算开始有跳舞的了。我们又有戏曲，又有京剧，哎呀妈，那一样一顿录。那是我忘了，我可喜欢参加游戏，是不是两人三组？你怎么没参加呀？框框吧，你说这次啊，这次轮不着我。叫两人三组还是叫三人两组？三人俩组咋玩？还得给人砍一个呀？有六个组砍谁的呀？两人三组。啊，三人两组得咋绑啊？两个人一共三条腿，两人三组。啊，那三人几组？三人。一二三四组。啊，三人四组。N 加一。哎，太高深了，这多少个人加一个？我数学太差了，那时候等差数列他都算不明白，我说那不就找规律吗？我就实话实说吧，我高一到高二没有听过数学。我记得有一回数学小测答20分，自己在前面加个一。121。我不知道他咋想，小测也不重要。发去俺瞅一眼，正面瞅一眼，下面瞅，还拿红笔。大哥更有意思。我说放假怎么办呢？他说刘姐，你知道我放多少天假吗？我放整整8天。我说有没有可能这是法定节假日呢？他说是吗？我还当小道消息听呢。这我还有四处求一消息呢，我可咋问？这边亲建议您看一下日历呢。
我估计谁告我也，他也是自己看的日历，他告我。我告诉你，别告别人啊！特意这么告我的。太笨了，我以为自己很聪明。这就叫什么？信息差。自以为是。更伤心了。说起来差不多啊，连着。我以前很爱吃馄饨的，我觉得咱们上高中的时候那家是最好吃的。我感觉也是，他就是他那个给馄饨足，哎，给给馄饨做出来就是浑然一体那种感觉。馄饨，哎，你们在学校门口没吃过啥好玩意儿啊？你根本就没吃过东西。你那滴了两瓶廉价矿泉水进来了，两桶，两桶，不大寻思老送去工呢，戴个大口罩子，天天。好意思说人家戴大口罩子，一边淋大口水就进屋了，啥吃也不拿。今天来的还早，就每次来的早，我就期待说谁买啥好吃。一看他，我就失望，就买两条大口水，好没喝过水似的，笑死了，气死我了！我每天来来那么早，为啥？为了给俩小弟，快快点挨，你俩挨着这么远，那你那么埋汰，每天。我知道，鱼丸面、里脊肉饼、肉夹馍，我最喜欢吃。骡子爱吃的也都是我爱吃的，所以我最喜欢等骡子来。偶尔还吃两个蒜串。他那时候高中有点小钱儿啊。我你高中的时候怎么就有小钱儿呢？卖的好吗？嗯，有钱的人从小就有钱，没钱从小就没钱。因为我们从不贷款。我是啥？我是超前消费。我你贷款买啥了？啊？贷款里脊肉饼、蒜串。对，向同学贷款买超市鸡排。你也没管我借过，对，因为已经吃你的了，再不好管借了。对对对对，你有点智慧啊，你现在。没想到我三年前的绝招被你识破了。因为什么？那句话怎么说？当年随手出的招，至今仍是风向标。高中那时候他吃过点水果。哎呀妈呀，还说呢，一天仨枣，你妈一天给你带三个枣啊，完了结果你不吃，全给我们分。有一种就是妈妈养的时候，有一种养的那种白胖白胖的感觉，自己养自己有一种。很破败的感觉。你刚一出我就看着。想半不是，他是想半天没想到一个好词儿。不是，可是咱们从小也没有这毛病，想不出事儿的时候谁会真的挠头啊？为什么你二十四五了把这些小毛病整出来了呢？可真难为我了呀。太搞了！我最近好像就精神不太好。没事，大家都一样。我最近天天跟他们发火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累呢，你需要给自己放松一些。就因为很严重的事，因为这个小事。是因为小事。那天开运动会，我妈孩子就跟我妈那个孩子开了个玩笑，完他俩捂着起来，完了我就把他叫住，我们那一溜就一个说话的。我给你知道我说的老大声，但是没有什么就是刺激他的话，就是那意思，你懂不懂什么叫班级荣誉感啊？你怎么说话？你会不说话？那你掉厕所里说这个话？对啊，我说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我说你要是关系人，你就问你怎么去那么长时间呢？你腿好没好点？是不是也可以啊？你为啥那么说话呀？能不能有点班级荣誉感啊？一天当观众，你在这儿消停坐着你。说话呀，老师别生气了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我记得老师在台上发火的时候，我假如就如果就刚才就感觉就手里这种笔，我就。哎，我记得贼清楚，我原来爱装，老师一骂我就在底下假装写作业，你知道吗？解题。连老师这生气，他学习了。气呼了好疯，全班都不知道，都不懂，呱呱呱，开始做数学练字，开始学。我感觉他骂的跟我没啥关系，我寻思，那我写个作业吧。笑死！不是干啥非得那么吃的饼啊？这叫甩头饼啊？他咬着饼，顶着脑瓜一甩。这期不是了解的介绍杭帮菜吗？杭帮菜是哪儿的？有什么特点呢？搜一下，杭帮菜就是浙江菜。因为浙江嘛，它史称杭。酱花童子鸡，妹姐给鸡的女儿鹌鹑蛋做了。鸡的女儿鹌鹑蛋啊，鹌鹑蛋。我达尔文都得他妈气死。我觉得是鸡蛋的，跟达尔文有什么关系？咱们仨玩，咱们仨，你别老扯尾音啊！谁压我呢？
对不起、啊。干啥去啊？我吃饱了。不是。饿了吗？对呀、啊。Sing。回家吧，几点了？姐就是女王。哎，自信放光芒。老道士乘以一千倍，一千遍。哎，那些歌词怎么唱来着？闭眼睛那个，我是不喝了。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。那个班长就那样式的。咋的了？啥玩意上身了？你俩。王哥三个人唠嗑的，完了转盘糊糊的。王哥开始都洗了。咸咸香。